你们，杀翻他们！海默黄极乱世，各路诸侯分居一方。你睥睨这苍穹，休言胜我赵子龙！一之所知，生死相随。此人是鬼，受死吧！鄙人夏侯恩，特来领教。就交给我吧。赵主，只惜范蠡没收到刘备，唐山那七年真把你给耗没了。一月之内，我必出下荆州。如今曹操挟天子乱朝纲，正是清君侧匡汉图之时，才是众生的归宿。哀家何人？常山赵公子。我曾以为这世间的干戈离乱，只要不去看便看不见。